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以真。网络购物已成为现代人主要消费模式，生活的一部分。在购买前加入平台的会员是基本程序，但是成为会员后还能获得什么好康，并且如何让会员在下一次要购买时第一个就想到你，就需要花点心思来经营。在《金周刊》中有提到，电商龙头亚马逊提出让你不需要使用电脑、手机就可以马上下定商品的服务，并且下单后一个小时内即可到货，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呢？ Dash Button 是指针对亚马逊 Prime 高级付费会员提供的一键订购服务。在 Dash 按键上印有各式各样的品牌名称，一个按键只对应一个特定的品牌，消费者可以将按键粘贴在适当的位置上，或是摆放在厨房、浴室等经常需要补充物品的场所。使用前需要设定 WiFi 连线，再透过亚马逊行动程式选择想要补充的物品即可。按下 Dash Button 之后呢，便会传送订购通知到你的手机程式，里面包含了价钱以及送货日期，也能够取消或者是修改订购内容。除此之外，这些高级的付费会员也享有指定日期的配送、食品日用品自由装箱配送、电影电视剧看到饱、音乐听到饱以及其他各种优惠和优先机会等附加服务。虽然这些会员服务会带给公司较多的成本压力，但是它会给消费者带来利益以及便利。消费者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，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环。在竞争的电商时代，会员经营学又是一门全新的课题，企业们不得不重视它。希望今天的分享你们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